各位老朋友们，好久不见呐！又来到我们慢棋三分系列，我们这次慢棋三分系列来到第45集，第45集的对手1871的先生1963。好，我走起王前兵，照惯例，黑方这里走的是一个小兵 G6。这手棋在西洋棋书本就称为现代防御。那这个小兵 G6，它很可能转变成什么东西？它有可能转变成小兵 D6。准备有可能支援中心站起来，准备就要给白方一波王翼进攻。好，那既然黑方的思想我已经知道的话，那白方就造计划。哎呦，下很快哦。好，那我们前面先把话先省下来，以免被对手拍死了。好，现在对手果然照着我刚刚所分享的，准备就要小兵站起来，maybe 站起来，准备 maybe 可能这个，然后寻找机会王翼进攻，是吧？那这边轮到了白方的我。比较常见的选择给各位分享一下，有可能选择的是出两只骑士，两个主将放在一个正常的位置。但是我对付这种兵型结构，我通常会采用的是小兵 C3，做啥呢？C3兵顶第四兵，支援第四兵，让这个黑格主将不能那么顺畅。好，那现在轮到了我就选择主将先复活到第三格子。好的，目前这第45集的慢棋三分系列，好久不见了。目前我们已经累积了44集，44集目前战绩是42胜，1败1和，44集只输一盘棋。那现在第45集能不能顺利赢下去？让我们来看下去。好，出骑士，为什么我选择出 N12 不选择 NF3 呢？因为我的 F4 准备站起来，准备给他一波，他想要王翼进攻。那我能不能先给他？我比他先攻是吧？所以，我将我的 F4 兵随时可以有机会飞起来。好的，对手补了这个，那我先换位置，换。补这个什么想法？有可能支援帝兵站起来，或是皇后甩过来，有可能威胁这个东西。所以，当我在选择 F4 站起来的时候，要考虑到皇后有可能来 QB6。威胁我的这条斜线，利用这个小兵一五。好的，那这边可就要小心一下，别性急了。他如果站，不急，我先补个 H3，不给他白鸽主教来我家做坏事，然后找机会站起来。好的，好的，我现在站可以吗？评估一下。我站，他进，他进，或是他闪开，有什么事发生？我来评估评估。他下好快哟，这个人。我站，他进，我敲，他敲，不敲。如果我站，他如果来，这里有斜线，有风险，飘王。好，既然有风险，那我应该还可以借手来站起来。小兵 F4 形成三支强壮重型兵，对付他的现代防御。现在这个现代防御十之八九有可能冲一兵，或是皇后补过来，或是小兵 B5，或是小兵 C5，或是城堡过来，主教过来，maybe 都有可能。那对手走了一步小兵 A6，轮到了我，我这边就有好多抉择可以做。我可以做什么抉择呢？我可以选择复活我的黑格主教，或是复活骑士，或是往前兵拱兵，或是能不能先飘王？他会拱我吗？十之八九拱我，这拱需要怕吗？评估一下，还是先走黑格主教，黑格主教走过来碰我，直接过来，他 QQ 我兵 Q。应该还过得去。好，主教到这里，复活黑格主教。好的，对手走了个小兵 B5，准备就要 BB7 maybe。好，对手很快，那我现在可就要加快我的节奏了。紧张啊！先复活骑士吗？先复活骑士，他拱我，还是先复活这只？好，骑士 NG3。既然他下这么快，那我能不能试给他王翼进攻，给他出些考题？为什么他都不想？为什么他都不想？他难道又是一位绝世高手？
为什么都不想呢？为什么他都不想？怪可怕的，难道又是一位绝世高手？拱兵，敲掉敲掉。拱兵回撤没事。如果我先出骑士，他如果拱我，我回撤会出事吗？好，先出骑士。为什么他都不想呢？哎，你们看看，为什么这个1963的先生啥都不想？他到底是绝世高手，还是只是下很快而已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速度不合逻辑呀！为什么可以下这么快？好，我拱兵会出事吗？拱兵他敲我敲，他拱我，为什么他可以下这么快啊？好，工兵，他根本没有减少时间呢，难道是位绝世高手？好的，现在我赵继华 F 兵站起来，给他王毅率先进攻，能不能成立呢？我们来看下去，他会选择走后，还是走骑士，还是走兵敲兵？几个选择嘛？冲兵、敲兵、后过来、城堡过来、城堡过来，或是这边做个表态，他会怎么做抉择？真好奇！我的第45级，他选择的是拱兵，那我就回撤，撤。反正三个人看着中型一兵，现在他必须做出抉择。什么抉择？这个武器怎么配置？这个城堡应该会配置在 C8 maybe。 这个骑士只要我的第一兵在这格子，他就不能来这两格，是吧？我的第一兵控制这个 C5 格跟 E5 格，他的骑士就不能翻过来。好的，对手试着继续挑战我的王毅兵涛，那我这里让我来想想看，碰我嘛？碰我，如果我直接先过来。碰他让我站起来，我再回车，不好，还是我过来呢？我过来，他碰我，我敲他，他敲我，我翻过来，他敲我，我敲他。评估一下，评估一下，这里可别心急，可别搞砸了，让我来评估评估，仔细想清楚，别心急。如果骑士翻到 CF3 格子，他敲我兵敲，先翻骑士吗？反正两个人看着这个兵，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应该不会出事吧？两个人看着这个兵会出事吗？评估清楚一下。如果我翻这个骑士，这个兵目前两根而已，他两抓。他想补三抓，怎么补呢？然后先翻骑士，翻。两个人保护这个中型一兵，两个人抓着这个中型一兵，一兵暂时不会出事。现在他这个骑士没有好位置，因为这个格子被我小兵控制着。他可能城堡复活，利用这个兵敲兵，城堡打开一线。但我可能可以补皇后第二。好的，他敲我了，那我就必须兵敲是吧？好，冰敲。他如果敲我，我就主教或骑士敲都可以，是吧？这样子他的王前兵就开花了。他如果出堡，我就一个顺势上后。上后做啥呢？准备就要一个皇后配合主教甩到这个格子，把他堡垒主教交换掉。好像有这个机会，我来评估一下。好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上后会出事吗？不会，上后。反正后护的主教跟骑士看着这个一四格子。应该还行，现在8分50秒对4分02秒，但是现在我的后脚一抬起来，现在理论上我的双保就连通了。现在这个骑士翻到这个盒子，想碰我这个主教是吧？想碰我主教是吧？想碰我主教是吧？那我换掉如何？好紧张啊，对手下飞快，快到我有点心里发寒。如果来这里，他站起来，
没什么效果，我直接这也好了。来，这里换掉你的主教，如果你主教回撤，我就顺势复活宝。他会选择交换吗？这个1963先生下的真快，难道他的绝世高手吗？下这么快，现在整盘棋的时间我看一下，还不到十分钟耶，他怎么下这么快？真紧张。15+10+5，双方10+5，两盘两个人时间加起来至少20分钟，结果他下这么快，快死我了，会不会出事啊？但我感觉现在我武器配置只要这个皇后让开城堡过来，感觉还蛮通畅的啊。反观他，这只城堡还没复活，还暂时不能复活，是吧？好的，他是否会交换我的主教呢？骑士翻过来，敲。他为什么还要想？他为什么连这个敲都要想？他连这个敲都要想？难道他是绝世高手吗？为什么他要想这个敲？难道他是绝世高手？叠城堡比较符合逻辑啊，是吧？叠堡，嘿，保复活 A 线保一到E线跟你抢线，待会皇后跑来你家做坏事。现在这个时间是1963先生7分钟，我时间是3分半，紧张啊！但感觉这个武器配置应该暂时都算 OK 过关了，现在就看他如何跟我配置武器的游戏了，是吧？敲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你们觉得呢？敲的话应该不急，还是直接我皇后跑来他家？跑过去的话，他拱我，他拱我的话，那我弃将军没什么效果。还是直接炸呢？直接炸，好，直接炸，炸掉，炸掉再过去。各位觉得如何？炸掉再过去，准备骑士往前蹦，在这格子，将军因为主教护着这个骑士，他选择 F 炸，让 F 线有一点文章。他选择 F 炸，让我有点东西吗？不清楚，将敲将，算了，先过去。紧张啊！他不可能拱我了，因为他 F 敲拱我，我之间主教跟皇后强行把橘右兵给炸了，是吧？现在我皇后直接跑到他家面前，直接摁在他面前，给他压力，7分钟。对，2分钟，但是我的皇后摁在你家，而且我这只白鸽主角感觉位置还不错，他看着这个兵确实该看着，不该看着我就给他好看。那我能不能继续乘胜追击？我来评估。评估一下，如果蹦他炸我炸没效果，那我就直接再补一只，我补这只如何？各位觉得如何嘞？他拱我，我将军，他敲我，我敲他，他敲我，我敲他，他敲我，哎，不好呢。但展开感觉还不错啊，感觉这位置不错，好，来骑士。往他家摁过去，连个骑士城堡都要往他家摁过去，城堡皇后随时准备敲敲这个 F6 骑士的，让他就要做点事情，他不做事情我就要处罚他了。紧张啊，我现在可是全家人，是的，没说错，我可是全家的人都在瞄他王毅。现在他有几个人防守王毅？有一个两个三个，好，顶多三个吧，这个算四个，好，我可是有六个人，他只有四个人防王毅，防得住吗？紧张啊，这波操作能不能一波带走他？现在1552对上636，
时间现在过了差不多14到15分钟了，他下这么快，时间差不多是我的4倍多，但是感觉这个攻势在我，攻势在我，能不能到手我自己也说不太清楚，我们就来看下去。但感觉这个局面下攻势在我，攻势在我就有机会吗？紧张，只要他把这个骑士闪了，我有没有机会干脆如果他闪骑士直接一个，哎呦，先给骑士生根，合理，给骑士生根，让我骑士往前摁将军，他敲我再摁将军，再骑士再摁进去，感觉这波连招还蛮秀的，能不能秀死他我看清楚。将军敲掉，将军闪开，往前摁，感觉蛮秀的，感觉很秀啊！这波操作好紧张。将军，如果骑士敲就主教敲，不对，骑士敲就骑士敲，我在干啥了我？骑士敲，骑士敲，利用这个主教跟城堡护的这个 F 5格子传后我牵制。他如果不敲，我直接城堡炸他的骑士，给他一波好看，直接跑来他家做坏事，直接把他摁穿。好，他骑士敲，我就骑士敲继续将军。他如果后敲，我就直接到后了是吧？他只能飘王，他的王要怎么飘就是一门艺术了。现在他怎么飘都会有问题，因为我的城堡准备摁去他家做坏事。好，能摁了吗？感觉可以，能不能进去？给他一波好看，评估一下，评估一下。好，摁进去。骑士护城堡，城堡打皇后，他可能过来这边骗我杀，但没效果。我皇后看着，好的，果然想骗杀，骗杀这个没效果。我皇后看着，看着就没有任何效果了。那我皇后过来他就直接叫杀，所以这也先别心急。紧张啊，好想煞气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心急，还不能心急，还不能心急。这里，这里回撤，不能急，不能急，急的会出大事。先补一个这个，先看着这个 H2 格子，皇后强行补过来，能不能成功？我不太清楚呢。这里换宝哦，换宝我敲，他后敲，敲，时间有点抓不太准确。紧张，他宝敲我就敲骑士，他只能骑士或后敲。好的，那这个时间抓不太准确，时间越来越紧迫，那我敲这只。他将军我挡应该没事。10秒对5分钟，到底行不行？自己越来越害怕这个时间。现在多个兵，但是时间非常紧张。完了，开始耳鸣了，有人紧张了。到底行不行？当当个，抓我，叫杀起，抓一个，会不会合起？哦，合就可惜了。他上来会两次重复吗？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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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把他炸了，让他主教消失，休想威胁我的巨鳄格子。待会把他骑士炸了。炸了！将军飘完会出事吗？应该不会。
反正我炸了他，现在目前多武器，目前多武器，我朴格王会出事吗？他没有黑格可以将军我，但是我的皇后现在处的城堡，准备就要给他一个好看。他是不是被我好看了？好像是哦，下这么快，还以为是绝世高手，原来只是下很快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给将军，现在我已经扎扎实实多武器，就完全不用跟他冒险了。既然多武器的我，现在是不是可以零风险获胜？我来评估评估，看看看清楚就 OK 啦。好，骑士回撤，OK 了。现在多武器了，多武器了。现在他只要皇后被我换掉，他就可以再见了。好，我骑士来这里。你敢敲我兵，我能不能直接快速杀骑？真敲了，能杀骑吗？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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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戏吗？有杀我杀吗？杀吗？将。将敲将躲，杀不死他吗？将打不死吗？打不死的小强将。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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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起！哎呀！